谢。那时间最后呢，剩下这个最后一首歌哈，这个每个礼拜五呢，总觉得在表演上面时间过着飞快啊。以前呢，在这个室内表演的时候，晚上从6点到这个半夜下班，都觉得这个度日如年。那现在呢，这个爱上了这个户外的空气、户外的天空、户外的人文之后呢，哇，这个时间呢，总赛呢，这个好像刚准备好之后呢，一下子呢就这样要结束了哈。那又要等到下个礼拜来，那这样的一个礼拜周而复始呢，这个有时候想想，真的人生时间好短好短哈。那非常的感谢能够有机会每个礼拜五能够来这边演出这个感谢很多很多的这个人事地物。最后呢，我们要献给这个海上的一首歌曲，叫做《水上的华尔兹》。虽然在水上呢，我们没有办法跳华尔兹，但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刚刚呢，帅哥美女老师呢，在跳舞的那一种曼妙、浪漫质感的感觉。假想他们在水上好不好？改天的话，要是两位老师能够练就水上漂浮在这个海域上面。那在这个海域上面呢，其实曾经有比较美丽的画面是什么呢？我记得有一次呢，好像有一两艘的帆船那个小型的，然后在上面呢，这个有一个人在那上面，然后就随着风舱飘过来飘过去，太美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边不能有帆船，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帆船来这边，这么漂亮的地方还有风哈，乘风就可以这个慢慢这样过来，而且这个地方完全没有这个船只。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这么漂亮的地方运河，除了日益国际之外，好像就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陆海上的这个运动的东西。看看高雄有很多的帆船，我们台南呢却很少啊。我们改天去买一台帆船好不好？老师练一下水上帆船。好，那最后歌呢送给大家啊。那明天呢为阿志预告一下明天周末热情的时光哈，感谢大家，谢谢。